所有的主祭人啊，似乎都真感恩这种爱的能量，就是人人一滴水，啊，一滴水，一滴水啦，滴滴水呢，那落在一个所在，那就是迄个光。所以讲，这么多人的滴滴点点水啦，汇合起来，那这一片的这个福田，真正是吼真大。一念心看去，那咱这念心的一滴水，滴滴一念心啦，一念心的无量滴水啦，那汇合起来，看看讲天下现在的人间啦，看到讲吼，国际真多的灾情。国际间的真多贫穷苦难人，我看到主祭在人间呐，会当及时去付出。大爱台呢，从全球慈济人所做的，都会天天报道出来。我会一直感觉讲感恩，有价值。一世人有价值，最近啊，一直去想着有价值，因为我家己呢，两三年定啊讲哦，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件事，哦，所以虽然两三年，逐年拢在讲哦。唔通袂记哩哦，唔通袂记哩，是要爱人人吼，这份情，主祭人主祭情啊，咱爱会记哩讲，各有情，菩萨的名叫做各有情，他觉悟啦，觉悟人间的苦难。他因为感恩，他愿意舍付出，无所求，所以伊是生生世世，这叫做菩萨。常常拿咧讲佛法，那讲到啊，这个菩萨的过去生，哦，迄、那个过去生吼、哦，是用劫来算的，劫。归结情，无量结情，无量结情呢，就是唔知偌长偌久的偌久啦，迄、那个时就开始呢发心。啊，为什么发心？就是看到苦，所以呢，悲心，悲众生苦。悲众生苦，所以伊发心愿意付出，这叫做感恩。所以讲吼，有时阵啊，看大家人啊，未记哩了讲吼，人间苦啦，敢若想着要享乐吼，我会真惊，会烦恼啦。哎呀，众生还在迷中。还在在卖啦，还在不知道无常在哪里啦，无感恩，只是一直呢，不断为着盈利，盈利啦，这种自己的财产，较多，要搁较多咧，厝一间一间拥有，那土地一地一地买，也要拥有。到底呢？咱要住伫倒？要睏偌大顶的床？要大个空间要偌大？这吼，到底会当真正用到偌大？各位，菩萨道
靠两支脚行，这两支脚一定要行出去。所以咱都爱好好把握时间，有启动，它一路呢都有进步。两支脚定定伫遮，无启动，哪怕一条大路啦，空中的大路，那就是呢，幸福人间啦。那咱敢那徛伫遐，人间啦，嘛无接到你的福。呀，你无去祝福，你嘛无法度好幸福啦。所以，我家己啦，那就是你，我家己的我，家己呢，就是你若家己无去祝福，那你人生呢会太孤单。我就是有去祝福，所以我有福缘，我会当好得到遮侪好弟子。我会当讲的话，会得到大家人愿意听，师父安尼叫一下，大家人愿意去做。我甲恁讲，嘛是师父的福啦，才有法度呢。安尼呼吁一下，大家人人人做福，所以人人做福，我帮恁的福，恁互相帮大家人的福，这个。人帮人福啦，安尼呢，才是有法度叫做大福啦。哪怕呢，抹手皮啦，小小的胆，伊安尼吼，看看笑，看看笑，本来啦是要买厝，但是呢，伊就讲，师父面对遮多的苦难啦。是要救国际呢，偌济人无家可归，偌济人枵着腹肚，所以年纪嘛遮济啊，总是呢做会到的福就是做，这种事呢人生啊有意义的代志总是做，有责任，尽责任，对家庭的责任。也已经做好家己的责任啦。囡仔拢大汉啦，个人有事业，也我也阁有身体，我也阁有健康，我也阁有法度做代志。啊，我只嘛现在健康，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造福人群，予人人有厝好住，予人人有饭好食，所以家己的囝。会爸有厝好住，伊嘛希望讲吼，天下拢是伊个囝，伊有偌济，伊积咧，啊，都紧摕来互师父啊，这叫做积德。所以盘点生命的价值，它就是真正，若要甲算伊个生命的积德，在中，大家人好好算。这拢三四十年啊啦，那要好好算，真正有也好算，那要算来无量吼，实在是无量啊！真的感恩啊，积台菩萨爱多用心嘛、啊，就是盘点生命。我做偌济好事，啊！我犯偌济诶无好诶代志，贪心偌济，是吧？这个烦恼贪，迄个痴啦，痴到底有偌济？贪嗔痴啊，为人间一直贪嘛，贪为己有吼，那累积落来呢？真的实在是真多，未来生、未来世，过去的吼，伫这世人已经享受了。那到底未来呢？是福也是恶吼？所以咱起码都要好好啦，来自我盘点，这应该
就是叫做反省，反省啦，反省要忏悔，啊，忏悔就是停止恶，安尼呢就会当清净吼。要做啥呢？为善，造福，造福呢？不是要做来度啦，是做来顿吼。